应该打个赌。怎么赌？你要打赌是不是？用阔嘴气，然后剪刀手布，输的人要带着，然后上海盗船。太丑，怎么样？怎么样？好，我接受。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再次我剪刀布。没有想过海盗船，然后看着观景窗是一件这么痛苦的事情。仙救母，而且我一开始以为是仙杜瑞拉那个白色银色头发那个婆婆的神仙教母唯一那一个，没有，我是睡美人的三仙子里面三教母其一，
然后没有人配，没有人搭配另外两只，就我一个，莫名其妙，而且还不是带头那个是蓝色，莫名其妙。哎、欸，你这样一个人坐在这会不会很孤单啊？我们两个这样坐在这边，还是我们要过去陪你啊？好啊，来，我不想一个人这么难过。今天应该算是很圆满的落幕了，很棒，好棒哦，好开心。今天虽然只有三个人而已，可是下次可以的话，就希望我们整个团的人都一起出来玩，能够团体一起出来玩。再见，拜拜。我们是最近好什么？